那你信不信饼干？你问上可不可以？信不信这个饼干很好吃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想套你话。我错了。你错了？你哪错了？我昨晚不应该没有接你电话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反正只要没接你电话，没有回你信息就是错的。不要找原因，不要找借口，解释就是借口，所以我不解释，我也不找原因，就是跟你说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那我刚刚拿饼干给你吃的时候，你不是笑了吗？那我们就继续笑好吧。猜了吧？嗯，你猜了吧？让开呗。啊不，我们不说了嘛，我们过去。我刚把那个，我刚把你桌面上的菜，我拿去热了。叔叔不是也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帮忙。我们进去好吧？早就真的是一会儿，我爸骂我。不接电话就是错了，我真的没有不接电话，真的没有不接电话。人家哪有空接电话嘛？人家跟小姐姐在聊天，跟小姐姐在跟她，就是那个她说漂亮的给她洗脚。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哎，那你是不是吃醋了？那你就是喜欢我了，所以才会吃醋了。那我应该开心才对呀。嗯，突然为什么？我就突然觉得。好像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看到他吃醋了，我又担心，但是我又开心。你是不是吃醋了？饼干很好吃，是不是？饼干好吃，你们去买吧。过去了啊。饼干对，饼干上车了哈。9.9。饼干上车了，就大家不管大家买不买哈，帮忙就是点击一下哈，点击一下这个商品，它是做数据运用的哈。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就是给大家就说亏本给大家做福利的哈，来哥姐们做数据院的哈，这个饼干哈下方链接你们去那个去带一下哈，这个是鸡蛋煎饼哈，鸡蛋煎饼它里面有好久没有给大家上架的，应该吃完了之前买的哈，太少了是不是啊？太少了，就好吃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它太少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不好吃的东西和它哪怕就只有一个，你就会觉得它太多。没有拍过的，知道吧？没有拍过的家人们赶紧去看一下，因为没有拍过的都有券哈，很多都有券，有券的话可能只要几毛钱哈都有哈，或者是几块钱的不都。哥姐们，它这里面啊，这个里面是有那个。这饼干有醋味？没有，是二有醋味，这饼干里面有甜味。它这个是小麦粉哈，哥姐们，它这个是小麦粉和鸡蛋，当然它有点糖哈里面，然后完了以后它有这个黑芝麻哈，最那个的是它加了牛奶的哈，哥姐们，加了牛奶的，你拿去给女孩子吃，给你老人吃，给你自己吃，那个饮什么养生很好很好的哈，哥姐们，知道吗？十三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哈。给我面子拍了，谢谢哥姐们啊，其实不是说要给谁面子去拍哈，哥姐们，不是要给谁面子去拍，而是我给你们分享这个东西是真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的同时哈，我们现在不是在给大家就是带货哈，这是给大家做的福利，然后我们就不讲了哈。对，大家就是我现在没有卖哈，这个是凡哥给大家做的福利，这是凡哥公司的哈，凡哥公司没有。他们本来要卖就是20几，一卖货就进入角色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女兵，这就是我们的蔡老板。没有给主播亮灯牌的，给主播亮个灯牌好不好？这里有个黄色的，快点去招呼客人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招呼了，哥姐们。这里有个黄色的星星，大家帮忙亮一下灯牌。回购3次了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没有骗人？是不是很好吃？而且回去是不是他是不是你们拿回去？他是不是那个那个垃圾食品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垃圾食品吧？对吧，哥姐们？没有去带的啊，你们抓紧时间去带一下。尤其是我现在直播间现在有没有就是我的彝族同胞的哈？我彝族同胞的，我的亲戚的，我的朋友的哈。我们彝族的亲戚的朋友的哈，一定要去带哈，一定要去带这个。一定买了3次是不是？一定要去带来，你们带回去是不是很好吃？是不是很好吃？而且的话哈，
而且的话你们带回去它是不是有牛奶成分，里面它是不是小麦粉做的，哥姐们是吧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垃圾食品，对不对？对的，给我们给我扣个对哈，一拍谢谢哈，是很好吃，一吃就停不下来，谢谢哥姐们哈。然后这个你随便吃都可以的哈。我们这个东西就9.9哈，9.9包邮到家哈，就是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做第二次回购啊，就是给大家亏本，给大家做福利的。你带头上那个谢谢，你也买了三次，我们不讲了，来没有带的哈，尤其不是这个一定要去带，就给他带。来，这个凡哥给大家贴了米的哈，一单给大家数据的哈。一单给大家贴了多少米，哥姐们？一单给大家贴了10几米的哈。这个东西，尤其来现在直播间来，有没有开什么小卖部的？有没有开超市的？有的你们全部去买，就是去买。人家都有钱去洗脚，对不对？怎么就不可以给哥姐们做点福利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对不起。哥姐们哈，以前的话，凡哥做福利，我是不让他做的。我不想让他就是说因为给我做个数据啥的，然后就会就会贴很多很多米，我不喜欢这个样子。但是人家都有钱，人家有钱，人家可以去洗脚，还要找小妹妹，还说人家美女好玩。没有什么美女好玩，你就这么说的呀。好，我们不讲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所以你们直接去带。尤其我再说一下，这一个呢是凡哥给大家做的福利，来，是不是福利？你们来听我说，你们去发一单快递，大家记得领优惠券啊，领优惠券再去拍啊。你们去发一单快递，一单快递是不是要收你们十几块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对不对？但是9.9的东西，快递费也没有让你出到，是不是？你相当于你花一个快递费，然后你相当于你自己花了个快递费，然后你自己带回家，这是30包这个样子的，这个煎饼，这个饼干，这个牛奶小麦粉的饼干，哥姐们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不讲了。相当于你们是没有，可以说你们没有花钱呢。现在直播间有1000，你就付个快递费。现在直播间有1100号人啊，1100号人，大家都去拍，一人拍一单哈。对，我们一人去拍两单。好，一人拍两单。现在直播间有1000，不行，一人去拍三单。好，来上单。我直播间来，我的弟弟妹妹在不在？我的哥姐姐们在不在？我尤其是阿尔的这个彝族同胞们在不在？在的你们直接去带。直接去带这个啊，九块九啊，哥姐们。然后你没有去带到的，你抓紧时间你去带一个啊，去带一个。这个是以前凡哥给大家做过福利的，凡哥以前给大家做福利，我是不赞成的哈，哥姐们。在，我是姐姐，去带，来。姐姐带的，姐姐你去带，马上去带，立刻去带。下方黄车你自己去带回去。我们这个给孩子吃，给老人吃，但是我们给孩子吃，老人吃，它不是垃圾食品哈，哥姐们。平时你的孩子你想给他吃一点，就是说蛋糕啊之类的，然后他不愿意吃的，不想吃的，行，那么你就去带这个。大家，它这个很脆很脆的哈。大家拍了的记得哈。完了以后，它里面是有这个奶粉的哈，里面有奶粉的，小麦粉做的，但是它有奶粉哈，你孩子吃了。对孩子很好，对老人很好的。大家拍了记得给主播点一个灯牌哈，亮一下灯，那个花1毛钱亮一下这个粉丝灯牌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不讲了，好吧？我之前拍的两个儿子特别爱吃，是不是？好，不管是没有去带的，来五个数，给大家5个数哈，没有去带的你抓紧时间去带一下哈。我4、3、2、1，下方黄车直接去带哈，直接去带。尤其是来我的彝族同胞们，我的亲戚朋友们啊，你们一定要去带这个。这个你们是没有花米的哈，9.9相当于你的快递费都不够，是不是，哥姐们？对不对？而且你拿回去它不是这个什么？加急看到了哈，它不是垃圾食品哈，哥姐们，它不是垃圾食品，它里面是小麦粉做的啊。它是小麦粉鸡蛋加上那个黑芝麻，完了以后还加了牛奶的，但是它有点糖，然后它吃的时候有一点点微甜的哈。对，因为你今晚上好像吃了醋，所以我就给你吃点甜的。哎，那我朋友在那边，我们不要这样子了，好吧？大家现在直播间有1000个人哈，大家都去拍，一人去拍一单，然后我就把它下了哈，就是因为这个给大家。